记啊，伫咧连线，托尼基迄个所在，有一群啊，真可爱的细里啊，囡仔，其中啊，一位拿起我一家人呢。十四个人，因为呢战争，十三回前后呢拢往生啦，死在炮弹中往生啦。在那边还说好了，困在这里是妈咪吧？我今天开始安顿了噻，困在这里是。我那时候说的，头发都没有花的，我那这个小女孩呢，两只脚也都被炸断了，她被救了，成为一个孤儿，去依靠着伊的亲人的托尼基，但是呢。很不顺意，会记得迄个时，湖光中之时，来甲我讲，都甲我讲，什么款的人需要帮助，爱帮助，一直讲到这个查甫囡仔，他也哭了，我就讲，这么小汉，咱要甲装个耳机啊。爱装好好，品质好，唔通影响伊的走路。两只脚，这伫咧大汉的少年啦，咱都要抚慰伊的心，治疗好伊这两只脚，会当甲平常的人同款。所以要好伊的耳机，爱好伊。品质好，随着伊个大汉，可以呢调整。那长伫咧连线呐、啊，看到伊安尼，哈、啊，真亮丽哦，真水哦，这个查甫囡仔，就和我看一段，伊行路，甲一般的少年无啥差。品质真好啊！这是感觉到真欢喜，看到这个囡仔，伫咧大汉啦，从儿童已经到少年的时啊，真欢喜呀！因那是真感恩呐，希望因呢去治疗。那种恐惧受训的心态，所以一定呢要教育因呐，就是啊，心存感恩。昨呐，伫咧连线，他迄拢是往正面的，大家人拢真亮丽，心拢向正面，有因的希望。有的呢，大汉要做医生的，现在真用功，读中学，一个已经考到500大啦，诶，理工大学，伊就讲，每回得到组织的帮助，他就一一记录，他说将来要回报。组织可以偌多，他要回报，真诶真多啦！听到拢是真好，真用心。阁有一个，伊诶理想想要做太空人，这个人各有奇志啦。这总是呢，感觉这个囡仔。那个心
向正面啊，真开阔，也是呢，真有自信，无有负面啊，无黑暗的迄面，也无有恐惧，已经过去啊，也无有羞愤，真乐观，真正面，将来伊要帮助人，做这好伊呢。这份的恩情，他将来会回报啦。这是爱，用爱回馈给社会，帮助呢更加多人。尤其是因的信用真坚定，啊，因的信用啊，都是感恩啊，因的真主。好的安排，有组织呢，帮助因，这总是因受这么多罪的困难，信用啊，无有偏掉去，还是信用因的信用，真坚定，感恩，感恩有帮助因的人。所以呢，迄个信甲感恩，听来都是呢真温馨呐。这就是长甲因伫咧连耍，那长日日听到长的新闻，有定出了。李登辉先生，他往生了。其实呢，听到了，我内心也个祝福，永归天堂，爱在人间，为伊祝福啦。因为伊是基督教，也是真虔诚，但是呢，他。甲林洋港先生迄个时代，真帮助咱去病院的过程。那有几啊位的贵人，蒋经国先生、李登辉先生、林洋港先生，前后呢都来关心嘛，拢甲咱帮助过。这都是呢，那一贵人呐，曾经有过莫忘那一年呐、啊，是啊，当第一回啦，葡萄，那李登辉先生的台顶啦、啊，甲大众讲话，他就说。万里长城由一块砖开始，因为迄个时，我呢摇着牙根啦、啊，到底钱伫倒位啦，动土啦，这就是决定呢，开始建设啦。所以，迄个毕赣教授也感恩，也也责任呢。一个就伫镜头，安尼规个叮当落来，所以真会记哩。迄场的讲话，其中有一句：“万里长城从一块砖开始啦。”所以我都去想着，啊，住在建议啦，设学校啦。不管是林洋港先生、李登辉先生，都同时呢来帮助啦。虽然病院啊，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啊，那一定安尼过来咯吼。那教育呢，也已经呢31年啦。咱的河川，今年31年啦，31年的时间啦，
咱已经培养成就的囡仔，现在呢，在咱职业体内底也千万人哦。那真侪主管都是啊，看到咱的囡仔大汉啦，因现在在咱的职业体呢，也已经领导人的人了。这就是感觉时间成就一切啦。